前方是茶叶铺和枇杷膏。这个招牌呀，看上去有一定的历史，感觉都是老店，有一定历史的店，卖的东西啊，应该是有说法的。对面是一个码头，我们往前走看一下。这里啊，还有蚕丝被卖。根源堂，一元阁，名字起的呀，都是有一定说法的，不是随便起啊，还是非常古色古香。这个院子看上去很厉害，糖画、米塑、都是有一定说法的东西。